大家好，我有存鸟号哦。这个存鸟号是弟弟用的，是我拼的。你看，哇，很像一台车子。存鸟号，现在是我来拍。嗯，现在是姐姐来拍，拍姐姐的手。好啦，弟弟，你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它的外框是绿色的吗？因为它本来外框就是绿色的。那它为什么？那为什么这里是白色透明的？因为那个是它的窗户，这个也是它的窗户。你说上面白色的吗？嗯，对不起，我用到你了。你看，那下面超迷你的色子，蓝色是什么？下面蓝色，嗯，地板。蓝色哦，这里的蓝色是什么？地板呢？哦，你说新干线的地板？嗯。那这一排灰色的是什么？一排灰色是它的电力，但是这个是它的连接。好，这个它的连接。那这个黄色 yellow 的是什么？灯。你比给我看。灯。哦，那这一颗不一样的绿色是什么？是，也是它的外观绿色。可是它不一样绿色哎。没关系啊。真的吗？嗯。哎，你这拼的很好哎。嗯。你自己拼的哦。嗯。我自己不会累哦。你拼的不会累啊，太厉害。因为那个那么小啊。哦，姐姐说爸爸也有帮你，爸爸帮你拼什么？拼火车，爸爸有帮你拼哪一颗？你比给我看。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，忘记了。好，那妈妈等一下帮你用起来。你知道这个黑色是什么吗？黑色吗？没有啦，那是 blue 啊。dark blue。我是说这个。这个灰色，这个灰色是什么？是它的表面。哦，是它表面。好，你说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我去看看姐姐，再见，再见。